反正明仔就知影结果了，不管怎烦恼，嘛敢若出一天尔。是讲我对亚芳有信心，伊绝对袂去用起诉的啦。你是检察官呐、啊，说这么有信心，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，这次立委补选。 可是你证明自己实力，另起江山最好的机会了，你得好好把握。我跟妈每天为你处心积虑，弄得比你还紧张。今年还是无选立委，明年还阁有机会嘛。搁再讲啊，我也是无惊政治其他所在，我嘛想法度发挥啊。哪里有对恁洪家娘无信心嘛？我不是对你没有信心。 是有实力的人多的是，你把握机会才能往上走啊！你是我老公，我不希望你被外面的疯女人搞得葬送自己前途。我国家安怎都，这至少我嘛，阁是会分我伫咧大业集团。你地话，我绝对无可能互你艰苦，无可能互你夭折。你无需要替我烦恼我未来任何发展。你这么确定啊？ 大爷集团有你一份，那是因为阿妈认你啊。你自己可别忘了，你不是真正叶家的骨血。哪天阿妈不认你了，啊，或者志成、少强有自己孩子了，想起这一出来，在法律上你是站不住脚的。要搞到哪一天什么都没有了，再想起自己身份来。Gampy，你敢不知道你今麦在讲啥？ 这种话，敢明星才讲的。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啊！妈，我可听说叶文聪有可能还活着呢。要是哪天我的公公、您的老公回来了，翻起旧账来，您自己可就自身难保啊！要保我们少峰，可就更难了。这么紧张，不是没有道理啊！ 妈，你猜我干嘛？我不说不代表这事情不会发生。我会当体谅你着急，也不过并无代表你会当把厝里的代志清清楚楚提出来讲。过去的代志你也是搁讲一句，看我安怎处理你。妈，我阿弟，我知你关心我，所以今嘛你想要讲一句话，互人听拢无欢喜的代志，好无？喂。 志成，是啊，我等要休困啊。阿兄，你当时要回来？爸出现啦！好啦，伫个消息我未确定之前，我暂时袂阿妈知影。啊，你一个人伫个国外，身体也保重咧哈。恁爸，真正出现啦！妈，你先莫激动啦，即摆代志我未确定个啦。 志成安怎讲？之前阿嬷伊有叫志成去找爸，但是拢无啥物结果。拄则志成是讲，中国大陆迄边即马有人甲伊联络，讲有人看到爸，对方是讲高雄的爸。高雄？恁爸发生意外遐尔侪年啊，除了恁阿嬷，拢无人抱任何的希望。 想不到伊有机会会当阁倒来叶家，真正是天公伯的保庇。妈，你先莫怀疑了，伤早。进前毋是阁有迄个德胜叫做志成入来咱兜，啊，对方看着嘛，毋知影是真正的爸啊，是甲爸是做一模一样的人，咱拢毋知影。所以未来就算讲爸倒来咱厝的，咱嘛是爱先确定伊的身份，才阁讲。总是无希望讲即种奇奇怪怪的代志，搁再发生一遍。 你放心，我甲恁阿妈伫，伊若是假的，我甲恁阿妈即看到知影。伊对啊，啊阮爷爸是毋是破病，咱关心可能老清官啦哈。迄是用药啊，正常反应。阮真注重病人健康，咱若一点哦，做恁放心，免烦恼。爸爸，妈，恁来啊，恁来看。爸爸妈妈来看你啊，啊你先看，较冷静，莫激动。 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，我无想要留伫个遮，因大家哦，甲我拔起来电话。
逼我食药啊，是真怕我。我不是要留在家，我规身躯拢是伤，拢是硬害。啊，那这哦，是进行疗程所造成的啦。啊，等你嘛看到王小姐伊无愿意配合啊，啊，所以哦，阮得爱哦进行强制的手段。哦，对啦，王小姐最近吼都有讲着讲，伊看到因囝出现伫个家，我也搁伫个讨论要安怎调整个治疗方式会较好。我真正有看到全全。爸，我真正看到全全出现伫个家诶。恁爸时间，啊，若有啥问题，小弟再问我。你这歹人，你拢讲白话，你明明嘛有看到全全啊，你啥时候来讲啊？好，放较冷静，较冷静。爸，我讲的是真实，我有看到全全是因咧讲白话，是因咧欺负我。好，阿爸，妈妈知影你心内真艰苦，啊，不过你得爱较忍耐。伫遮先甲病治疗好，我无病，我是真正有看到全全，我有听伊咧大钢琴，我听了足清楚，我阁有看到伊，我无讲白话，我真正看到伊，我无认唔着人，我要去找伊，我即摆就要去找全全，我拍手机，阿爸，开门，开门，我拍手机，你别甲我走过，你别安尼，找伊啦。你就艰苦啦！因阿你伤害我，折磨我，哎，我倒落去，我拢袂晓记。啊，不过想到这即摆，你阿妈无爱相信我。我不管，我爱靠我家己的力量去找全全。开门！我从你妈那边。你别甲我走动啊！你甲我放开！动了你肯定进来了。怎麼你都跑我？媽媽是在保護你。媽媽不想讓你吃過更多苦。咱現在先冷靜下，好不好？全全不要看我哦，還有寫字，還有畫圖，叫我加油呢。一看就知影，這是全全寫的啊。一定是有感冒，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搞我鼓励。你即摆相信我吼，全全真正有出现，不是我咧讲白话。阿爸，爸甲妈吼，拢相信你。咱才会来外口找全全，吼。即摆吼，有人向阳来视察，我袂让你留伫遮。医生。你过来看，你看，阮查新屋顶，那像你这个小姐，搞违章啊！哎，你这管理还真严格呢，反正嘛不可能家己加笔啦，敢唔管你何里书啊加一个笔，你写写字画图，这到底是安怎想歪啊？这有可能吼，是王小姐啊，啊家己偷摕吼，你何里书的笔哦歪啦，啊嘛有可能吼，是阮何里书唔敢咧黄小姐啊思念物件。要讲为何伊个欢喜个？这哪有可能是我家己画的？你又别讲。哥，恁一分钟想买，啊那好，就紧出来。阿伯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证明亚芳姐清白，回平安回去。啊！我车保险杆拢要弄下伊啊！你边仔有这个？你真正是怕人发救人呢？明明是我后壁搞弄的，你个好意思跟我负责啊？啊！谁叫你要开遐慢？你个硬哦哈！无你要安怎？我即摆就敲电话叫警察，看是谁要负责。要卡你卡。杜承安迄边的代志，你是处理了安怎？那是会跳出来犯案。你的暑假惨惨惨！放心啦，派人去查，都安下家手人打电话讲哦，杜承恩，爸爸咪无才调来到这。啊，你总算做一件有路用的代志。啊，不过为着要预防哦，佮有其他的代志发生，
我也是要对王亚芳下手。妈，你在倒位？爸爸，是萱萱，真正是萱萱，萱萱在叫我，萱萱，妈妈在家，萱萱，亚芳姐，萱萱，亚芳姐，你袂用出去啊？我拄仔甲你讲，你袂嫌，你爱互警察挂一个好印象。啊！相信我，迄真正是全全，我无听唔对。你给我放开，我要去找亚芳。全全，妈妈在家。全全，全全。总长，是安怎？我要去找我后生，伊伫外口，伊叫我，我有听到。无啦，拄好有一个囡仔咧叫妈妈，你误会啊。亚芳姐，你听，即摆我咧话，一定是哦，这个囡仔找到伊的妈妈，唔是全全呐。来，你先坐落来。看来这王亚芳病了真严重哈，啊，敢有伊最近的精神鉴定报告，我要看一下。好，我去睇。你是不是想要去找你后生啊？今麦当去啊！搞定！伊哦，听我拄才讲电话时，走出去啊！亚芳姐，你伫倒啦？阿飘，啊，你先啦！你喊亚芳，阿亚芳是要开灯。拄好有一个囡仔走无起来，咧喊妈妈。阿亚芳姐一直讲是全全，趁咱无注意时阵，佫走出来啊啦！啊，哪会安尼啦？马上就要开灯啊！爱赶紧找到亚芳姐啦，无会对你真不利呢。你起码应该伫个附近走袂远啦，咱赶紧找看卖咧。亚芳。我做袂当去，我妈讲我若是去到警察局见面，我真紧就会当转去厝找全全。你妈叫我派生的警察局骗去啊，伊毋是要放你出去的，伊是要把你关去精神病院的。可是你若想要找全全，我会当带你去啊。你知影全全在倒位？当然啦，我拄则有看到伊。你紧带我去。亚芳啊！亚芳啊！你们还够病啊！紧出来啦！亚芳，哎，我放，大姐啊！全全，你家你必须找啦！全全，你等我。亚芳，亚芳，亚芳，阿伯，你看我找到亚芳姐不？喂，是，我知影，准备要开庭啊！啊，即马找无亚芳啊，是要来开庭啦。所以恁得爱到庭，互警察官知影亚芳就无去啊，嘛爱互警察官知影恁的态度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甲恁斗相共的，哈。紧的，恁带我去找全全啊！等一下啦，拄才恁爸妈在甲你话的时阵，你看起来足伤心的。不要紧啦，等你找到全全，甲因一家团圆的时阵，恁大家拢会足欢喜的。所以我今麦想要赶紧甲全全找倒转来，安尼阮爸妈就袂伤心啦。那安尼哦，你就对头前一直走去，差不多5000公尺的所在，你就会当找到全全啦。多谢你，全全，我们来找伊回去啊。